着灯了过去，感情故事为头开明，我的伊会来离开，伊讲孤单伤心合意，山明海色也是去，情话拢无你痴心变心，厉害。昨天晚上听了一个晚上，太有感觉了，在香港，哎呦，铜捞火锅，铜捞啊！但是这个是赚钱的铜捞，海鲜火锅，这是中文版哦，中文版。对，所以广东歌叫对，天天海锅，天天海锅，哦，海天天天海锅。究竟会有多少错？何处是我歌名？中文歌名的绝望。来，好，好了，各位，慧如这边得到独唱机会，感觉很熟悉。二一，请亮摊。叫做是太早亮了，对面都看到了。好，曾经在风中，中的那边还在，那边还在写，没有，那边还在。啊，那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对对，来从副歌来哈，来。千千阙歌，预备起。曾经在风中对我说，今生今世相守。曾经在风中对我说，永远不离开我。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，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。好，来统计一下目前的分数。目前分数最高的是我们有三组哦，我们的必须填有九十分，然后又会三喜上是九十分，然后一佩跟曼轩也是九十分，三八七，那是我们的以强是八十五分，要小心哦。现在目前最 QQ 的是千文跟伟伟哦，这是大家加油，千文跟伟伟两位好好加油啊，不要太含蓄哦。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选择题哦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哦，谁的？哦。三、二。好了。哦，那我知道。一。哎。请亮盘。我爱的伊会来离开，伊讲孤单伤心。这一首歌谁写的？哎，那个每次老师说没有，刘宏明、许常德老师，没有，对，茉莉的金杯啦，写的非常好。对，阿妈对感情很执着，执着哦。啊，你说像我妈怎么办啊？我妈哦，认识一个男人，哎。然后结婚结了六十几年，哎呦，我以为六十几次，吓死我了。对了，哎，太夸张了吧？六十几次，才结六十几次，一年换一个老公啊！那北北呢？哎呦，对不对啊？就只认识一个男人，结婚到最后送她老公到山头，哎呦，哎呦，然后下山的时候心里面在怨叹，啊，就安尼啦，对不对？结婚那一天就后悔啊，哎呦，后悔到最后一天。过来聚会，但是哦，叫他不要来，老人家的不要来，他阿个上起来马后啊，他还是来，好感人，我们爱这样讲，心里是，我比听到这个都有感觉，对不对？嗯，他现在跟老婆这有没有机会可以回来？希望，希望。那跟我呢？那不可能。非常快速，太高产了。我就跟你讲，我在劝他，哎，对我们这个年纪慢慢有了，嗯，对不对？不要吃太油。很单纯，
高，很认真在听呢。三酸甘油脂下面一道题。